个界外。卢少宇呢，本季面对詹长武打数，被击出了一支安打，一个三振跟一次的保送，其实面对詹角的压制力还不错。现在在二垒上呢是刘家豪，双方是一分之差。这一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，今天这边是顺风，右外野手往后推上去喽！哇哦，哦吼！詹帅本季的第一支红不浪。是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也使得比分方面呢，现在蓝莓客桃园队变成了3-0。这也是卢少宇呢在本季被打的第二支的全垒打，詹志豪在本季呢所敲出的第一支的全垒打。稍微球的位置稍微中间内角，你看詹志豪那个挥棒的过程，腰部旋转的力量，而且击球点又掌握好。这也是他生涯的第五支全垒打，去年的一整年是打一支，2010年打三支，2011年的球季，2009年没有打全垒打。这场比赛是詹志豪的所敲出的在本季的第一轰。打的感觉就蛮轻松的，对，打到最好的位置。